好，另外郭富城是不是也已经订婚了呢？香港媒体报道说，四大天王当中唯一还没有结婚的港星郭富城，已经在去年11月跟交往5年的女朋友熊黛林秘密订婚了。尽管郭富城呢从来没有正面承认跟熊黛林交往，但是两个人的恋情却是早已经公开的秘密。郭富城上个月出席跨年倒数活动的时候，曾经说过2011年没有结婚的计划。原来呢，两个人早在11月就在双方亲友的见证之下订婚了。那么熊黛林不止获得3克拉鸽子蛋订婚钻戒，而且拿到了郭富城豪宅的钥匙，正式成为了陈嫂。而据传两个人将在2013年完婚。不过呢，郭富城昨天被问到，他还是否认的。